部最受瞩目的大马贺岁电影，一年有几多部？咁又系，咁又系。一名不速之客，恭喜发财！哇，包公都转咗行啊！100个热爱电影嘅工作者，成班都系翻市嚟咋啩？一宗千万嘅大劫案，国家人嚟嘅路边啊！你唔使翻食面粉，我而家咁嘅身世，仲边有面翻唔到啊？一个唔识计发财嘅出品人林德荣，梗系啦，佢都冇上环交。一个最火爆嘅动作导演 Silver， 切又唔系佢做嘅，佢得把声喺度讲啫嘛。你老豆几时死啊？好似未对岁啲，我爸瓜咗气。一种致命嘅疾病，你真系唔认得我啊？有冇咁劲气？咁大件事，你都唔同我哋讲？我唔知点算。我要快救啊！如果你唔醒住翻出嚟，我呢世都唔走，我会喺度等你。一至100岁都适合欣赏嘅电影，哇！啲 B B 同埋你太公太婆都得睇咯噃。一班你最熟悉嘅艺人，哎呀，系呢班：林德荣、尹张翰、曾志玉、颜美欣、赖屎陈志康、超允博、尹慧芬、甄子丹。哇！有冇咁大啦？你仲喺度一 ？OK OK， 3个愿望。你到底系做咩噶？在下张仪。边个教你噶？讲句爱我有几难？变咩俾我？佢就系大魔术师张仪啊！你可以破镜重圆咩？哎呀，好俾我杀啊！有时亲眼睇到嘅都未必系真的。魔术就系要制造奇迹，只要信念坚定，梦想就一定会成真。